强横得多，但是却被无底风波用特殊的方式将能量卸掉了。这就是己身合一时达到的效果吗？再见了，孩子，祝你能顺利传承。海神之心破碎了，海神三叉戟也仿佛失去了灵魂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和伙伴们会合。解释了，快走，赶快